大耳兔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正在喂它，哎，哇，好可爱哦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方舟，不是方舟生存进化啦，已经是方舟方块世界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等非常的久，好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款游戏了，在 Steam 上面现在目前发售特价302块，目前正在公开测试当中，如果有兴趣的呢，赶紧赶快上你的 Steam， 赶快把它下载下来啊。那老头呢，今天呢就准备要开这个新的系列了哈。那至于会不会跟别人合作呢？这个之后有待观察，因为呢，游戏的模式跟如何制作影片，其实这需要经过一番思考的，好不好？那么该怎么说？如果呢，对啊，如果呢喜欢这部影片呢，记得啊，在这个你的影片下面按一个喜欢啊，希望这部影片的喜欢可以冲破至少1000以上啊，能不能到1000以上就看各位啦。啊，然后呢，也尽量在下方留言说出你们对于这款游戏的看法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开始哈。这个游戏呢，基本上跟方舟是差不多，大同小异啊，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不过据说里面的游戏里面的内容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，啊，完全应该是说，沿用了方舟的一些某些系统，但是又多了一些创新。啊，个人是觉得应该还蛮不错的吧。好不好，我们这个暂时夜晚交替什么的都先不要去动它。那我们资源的获取最多可以输入多少啊？10倍可不可以？它最多只能输入3倍、欸。那我们就基本上资源重生我们就1倍好了，然后获取量3倍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想要让游戏的进程快一点。不会有人认真想要看你长什么样子吧？啊，发型倒是可以啦。啊，我们就用一个，这个蛮像我的啊。还是哪一个大便头？怎么感觉像大便啊？哦，服装，我们可以只穿一个裙子。好，就这样子行。好，我们还可以预设加载什么之类。哦，还可以分男女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就玩男生就好了。眼睛的部分，眯眯眼、水小脸，各种水小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啊，这样比较呆，看起来比较可爱。身体的部分也可以改哦。我们就先用预设值好了，好不好？先这样子好了。哎，我名字才刚改，怎么又重来了？老头大帅哥，好，我们就从集结点一开始吧。Go， 太棒了！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体验一下这一款游戏。我这游戏嘛，刚开始就一定要先盖个家嘛，不然会死很惨嘛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，我们直接从上面跳下来，哇，好可爱的感觉啊！这个画风都非常的 so cute 的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按滑鼠中键可以切换第一人称。哦，按一可以拿草，哦有哎、欸，哦打这个可以拿泥土哦，这么酷哦！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我升级了是不是？我升级了，按下我们的 I 之后可以去哪里点一下我们的生命？哦这里，这跟方舟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距啊。我们应该先点血量啦，哦我觉得我们刚开始玩先点血量，然后这边一些工具可以先学的，萤火之类的，其实都差不多哎、欸。我觉得都差不多哎、欸，工匠点数，熟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点看不太懂。Shift 加 W 加速跑，这我知道。哇，这个要慢慢摸熟，需要一点时间啊。储物箱，储物箱先学，然后这个粗制的衣服，能学就学吧。哦，没有点数了，这东西。这个什么总头龙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身上没东西哎、欸，我们要怎么做道具啊？哦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先做一下我们的十字镐嘛，哎，木镐一开始都是木镐为先，木头再加两个碎石，哦，木头再加两个碎，一个木头两个碎石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哦，那、啊、要怎么获得？要怎么获得啊？西式蹲下一样没有变。要用拳头揍，揍揍揍揍揍！哦，拿到了7个木头啊！那碎石要怎么获得？这是可以拿到茅草。他没有告诉我碎石怎么获得啊？欸，那这边有恐龙欸，趴下，嗯，等级5才可以驯服总头龙，用喂食的方式哦。哦，所以说有一些不用抓了欸，改成喂食欸，好酷哦！哇，前面什么东西？
这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剑心像。哦，大耳兔，欸，好可爱哦。哎，欸，我正在喂它，欸，哇，好可爱哦 ！Oh my god！ 大耳兔，欸，哎，欸，这个跟方舟一样，可以把界面取消掉，乐剑都差不多。哇，我这样子好容易就上手了。走走走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们来抓一只兔子哈，让它陪伴我一下，不然我觉得我孤单寂寞，觉得冷。好，这边有一只，我们就先弄一只好了，其他的之后再说。希望这个兔子应该可以放在我肩膀上面吧，或是我其他。哎，欸，你看。干，难怪，难怪嘟嘟鸟会绝种啊！就是它的表情太鸡巴了。我们抓到了，我们抓到了。长按一，哎，有了，把它捡起来了。哇，放在头上，欸，哎，哎呦呀，哎，so kawaii。只不过它有什么功能我不清楚了。啊，难怪嘟嘟鸟会绝种，啊，就是长得一脸鸡巴样啊，那个表情让人家想逃打啊。好不好？这个可以去理解的，你理解为什么嘟嘟鸟会绝种啊？好不？哎，欸，我们可以做嘞，欸，做我们该做的吧。啊，然后穿一条裤子。哦，做都做了。嗯，我想说奇怪，明明没有碎石啊。哦，是要纤维，不是要碎石啊。哎，欸，不对不对，它木头就好了。要碎石是这个啦。然后我刚刚以为滑鼠移过去就可以直接看了，原来我刚刚所看的全部都是这个火把。好，难怪我做不出来。他再也不是边打边给，他现在都是属于那种打掉才会给的。哦，而且这些茅草啊，树上面取得不到了。哇，原来这边直接捡就一堆茅草啦。啊，方式不太一样。哎，欸，这什么？哎，欸，这什么？可以敲哎，欸。哦，碎石原来这样子获得哦。哇，有麦块的感觉，哇，觉得好好玩哦！哇，怎么办？我不想玩方舟生存进化了，我们来玩方舟方块世界好不好？我已经有回到当初玩方舟生存进化的那种童年了，真的好有趣哦！建议难对付的恐龙使出右键空手状态，看不懂，不管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可以扫描哎，欸！原来月剑是可以做扫描的，哦，哇！可以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哎，欸，哇，好酷哦！太屌了吧！哇，好玩啊，哦！怎么办？怎么那么好玩？你说为什么这么好玩啊？我们来抓一只嘟嘟鸟好了。啊，让他跟着我，嘟嘟鸟与我们的大耳兔的大冒险，好不好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盖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下这个地界也太小了吧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那里按下 Shift， 拆除跟捡起哦，这还可以直接捡起来，哎，这样可以省好多事情哦。太小啦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至少还要在一二三九九九九三二十七，我们还要在二十七个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地图，欸，哇，我们在这里。可是我觉得它的字体有点太粗了，我不是很喜欢，就是了。这个字体需要改良一下。哦，我们可以再抓总头龙了。哦，我们总头龙可以抓了，因为那个等级已经五了嘛。纤维的部分。纤维部分要挖这个大树才会有。再次，再次，欸，不行，还要等到二。有可以骑吗？我没有他的鞍，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先做鞍啊，那个是炼金吗？不是吧？战斗的部分，头盔，欸，我们可以做长矛嘞，欸，学一下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哎，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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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头龙的鞍，茅草地毯，装饰茅草门，神梯啊，我们没有点数了。这鞍怎么做啊？皮革需要五个，这还不简单？找你开刀就好了，打他快点！哦，这么凶，
哇哇，直接碎掉欸，会不会太残忍了啊？哎、欸、啊，我要漏啊，我漏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不是皮革、啊，这是毛皮啊！哇，三角龙哎、欸，三角龙大哥不要这样子哦！啊，我们那只不见了，啊、我们那只鸟有看到了，哇，连雷龙都出现了 ，Oh my gosh，Oh my god！ 哦，我们晚点在创部落哈，我们先想办法、啊、弄到我们要的东西。哎、欸，长矛可以做吗？岩石去哪里获得啊？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岩石哎、欸。该不要挖到更深层吧？算了，之后再说好了。我先想办法弄皮革，拿斧头砍啊！我要皮革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可以做了。那个在哪里啊？我们要做哦，找到了。耶、yeah! ，骑乘。我们要怎么把 N 放上去啊？哦，一样是按 F， 然后按丢哪里？哦耶 ！Come on baby， 按滑鼠右左键攻击，右键或 C 键使用技能。它的技能是什么、啊？完全看没有。有吗？我们骑上去了。哦耶，还可以跳哎、欸。右键是什么啊？哦，哇 ！Oh my god， 就这样打起来了，不太对吧？哦，趴起啊，趴起啊！啊，我把它咬死了。来收成，我需要一点皮革跟肉还有甲壳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开始喝水，可以直接去这边喝水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好棒，不错。然后左键是撞击，我们去撞一下那兔子，看会不会增加晕眩值啊？对，呜，哎、欸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它是直线的，哎、欸，停了，哈哈哈，中不到，预判一下，啊，判过头了，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，嘣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中不到它、啊？啊，没有体力了、啊，我茅草墙先再盖一盖好了，哎、欸，它材料只要一而已、欸，哎，哎，它这个比想象中还要简单呢、欸，你想想看那个方舟那个多夸张啊，我说真的，方舟那个很夸张。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以前的方舟，你要盖这个盖到吐啊！要的材料多到你一个不要的。我说真的，哦，我们现在弄一个储物箱以及我们的这个篝火。OK， 啊，然后这些东西不要强制拉进来。哇，没了啊！一面墙就这样没了。继续盖。咱们继续盖。我们多一点纤维啊，反正只要一个就好了。这个给纤维感觉比较多哎。我的肿头龙一直跟我哎，好好笑啊！等一下，这是要晚上吗？哇，我看到迅猛龙了，妖虚哦。有迅猛龙 ！Oh my god！ 我的，我死了 ！What the hell？ 太危险了！哇，这个房子盖其实也需要一点时间。哎、欸，有宝箱哎、欸，全部拿回来。这个宝箱是什么啊？谁在守护这个宝箱？哦，这是我们的那一只肿头龙挂掉的那一只啊！好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太危险了！Quickly， 乱，快跑，先回家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，好不好？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，我现在花一点时间钻研一下。啊，我头上那只兔子也挂了，哦，很可惜，我们房子只盖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下一集我应该会把它盖完啊，然后该有的东西先弄一弄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下一次的冒险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左下角订阅按一下，以及把这个影片的右下角这个喜欢也按一下，希望可以到达1000以上。让我知道你们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啊，或者是在下方留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次呢，方舟方块生存啊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